陈鹏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吃哈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告诉我。在哪里呢？陈鹏，妈妈你。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要来？你不吃了吗？嗯，哦，大雨了。把我带来这里，他又不吃。
你要跑去哪里啦？我真怎么办？我真被你带着到处跑，我不知道你要留在什么地方。你的妈妈呢？我们总要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喂啊，知道吗？
拍那么高干什么？那我懂了，原来你是告诉我你长大了。再见，再见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再见了。来追鸟的呢，
No. No.